贪啊。若破戒心起，拐为净宗，当却持戒律而对之时。啊，这是我们修净土同学在家要严格的支持三规五戒十善。要用严持戒律来对治，因为你不能够守住三规五戒十善，念佛能不能往生？跟你讲老实话，不能往生。啊，说你往说说能往生能往生，那是鼓励你的话，不是真的。那李老师跟我们说真实话，你看台中莲社的莲友，这他自己的学生，啊，跟李老师都几十年，啊，李老师在台中创办莲社，到他往生38年。这么长的时间跟到他，能不能往生？不能往生。天天接受他教诲，接受教诲的不行啊，不干啊。啊，天天讲，天天听，他也能说，他做不到啊，还是搞贪嗔痴啊。那对于什么法子？这些对治法，李老师38年不知道讲了多少遍了。我在台中10年听的就不止几遍了。啊，他不干，那就一点办法没有了。啊，老师只能劝你。啊，听得懂听不懂是你的事情，听了之后肯干不肯干也是你的事情。与老师不相干，与佛菩萨也不相干，到时候自作自受啊。啊，现在这个时代讲民主开放自由，谁都不可以干涉谁。啊，父母不能教儿女，他不接受我。老师不能教学生，这是个什么世界？啊，跟古时候一对比，反常啊，180度的反常。那就人心坏了啊！所以感召大灾难，